陆小艺，知道我谁吗？知道。谁啊？顾玲。为什么打给我？接下来我说的话你听好了。啊。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吗？这是我给你盖的戳，以后你就是我的。以后每天下午3点准时给我打电话，晚1分钟，咱俩走着瞧。这是我的电话，下午3点你给我打电话。你不给我盖个戳吗？盖了，在你心上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